大家好，夏季盆栽辣椒，给它施肥容易烧根，不施肥又导致它的辣椒长不大。因为高温，辣椒处于半休眠的状态，如果我们给它施肥不当，是非常容易烂根的。所以我们又想要给它补充营养的话呢，最好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。因为微生物有机肥呢，它主要是以有机肥微生物为主，不烧根，而且又可以保证这个土壤疏松透气，又不会产生化肥带来的土壤问题。同时这个时候辣椒容易产生一些枯枝黄叶，我们一定要及时给它剪掉，避免出现腐烂。好了，这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